微软今天表示，将以大约1.9兆台币现金收购游戏大厂动视暴雪，是游戏产业历年来最大规模的收购案。交易完成后，微软将成为继腾讯、Sony 全球收入第三大的游戏公司。微软表示，当今全球有30亿活跃游戏人口，收购动视暴雪将加速手机、电脑、主机跟云端等领域的发展，并为元宇宙提供建构平台。